子的声音三精彩继续，周深高难度翻唱冷酷到底，美声唱法巧妙融入摇滚编曲，极致听觉体验太过瘾了，又一次被人间百灵鸟彻底征服。而且周深16秒不换气，高音连拍惊艳全场，一口气变速2次，就连张韶涵都惊呆了。表演结束，刘凤瑶自嘲有点眩晕，胡海泉最可爱，跟着周深一起憋气可还行。刘凤瑶终于有机会跟周深合作了，兴奋之余却有点担心拖后腿。原来擅长老派唱法的唱作人，偏柔情的音乐风格有点单一，而且能否 hold 住空灵高音也是未知数。不过周深暖心鼓励，安全感满分，不要有压力，撒开了去玩，只需要展现你的优势和特点，我会想办法释放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刘凤瑶。周深说到做到，为了让舞台更加炸裂，特意选择黑色摇滚的编曲形式，国民度超高的冷酷到底瞬间有了全新生命力，意境锋利且充满想象力。周深细腻开嗓，诉说式唱腔充满了故事感，而且舞台设计同样很高级，黑白怼脸拍侧颜，冷酷的基调和柔软的内心，氛围感瞬间拉满。周深不愧是最强辅助，唯美合音搭配刘凤瑶的质感声线，好听到耳膜发酥，特别是尾声处理极其的巧妙，浮悬又飘渺。间奏部分，周深巧妙转换唱腔，用美声唱法提升质感，小白周的舞台永远不会让人失望。胡海泉点评很有画面感，周深用自己的方式去切割和打磨，原曲中的精髓部分就有了不一样的闪光点。不过周深给大家带来的惊喜不仅仅只有编曲，高潮部分挑战高难度，16秒不换气，高音连拍，甚至唱出了舍我其谁的即视感。结尾部分周深再次转换美声唱法，没想到刚唱完美声就无缝衔接高音连拍，抑扬顿挫，酣畅淋漓，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力量感。说实话，千万不要小看短短的16秒，因为在不换气的前提下，一口气完成2次变速，放眼华语乐坛能够轻松驾驭的歌手屈指可数了，铁肺小王子诚不欺我。张碧晨、张韶涵全程惊呆了的表情包，胡海泉最可爱，居然跟着周深一起憋气，不自觉帮忙数拍子，小白周的音乐感染力太强悍了。其实周深肺活量惊人，16秒不换气简直是小菜一碟，不过搭档就有点为难了，唱完歌之后就连走路都有点踉跄了。刘凤瑶好久都没有缓过来，自嘲有点眩晕，担心拖后腿，肉眼可见的紧张感太真实了。周深再次暖心鼓励刘凤瑶，一定要相信自己，不要把自己藏起来，喜欢你的人比想象中的更多。它就是个镜子，所以我发现我唱完，我发现两道光就啪打在你们身上，我就一直在。对。但是我想把我的光放在一个在那儿，一个在那儿，就没人了，所以我就在找位置。你在找的过程中，就是你知道你逗猫就拿一个手电筒啊，对，这么搞你。太棒了，我是人哦，你是猫。哎，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？要擦干净才能照到人。
搁个镜子上前面镜子、啊、干嘛我好像两个门童我这就是门童哦，对，而且下次之后要很久了。姐姐，你还有后彩哦！你闭嘴吧，你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这是白衣服哦。我也没做过黑人。声音第五期，跟着周深学说话。你相信光吗？跟着小太阳学说话。跟老师和 Angel 老师就是造梦者。牛啊牛啊！尤其是现在那个灯光打在那个框框上，而且又没有透的时候，其实看起来特别像四个门。好像第一个门是我们刚出生的时候，然后后面到了我们就是学生的时候，然后另外一扇门呢是我们工作的时候，那最后一扇门是我们老年的时候。所以当时整首歌里面我就一直在穿梭四个时空，然后去想你想停留在哪里，你想不想出来。但最后发现啊、哦、最珍贵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。我是诗人，所以我觉得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梦醒来之后感觉像充满了能量一样。是啊，特别喜欢，谢谢。